多军队因所信的这位主是真真是活活的主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透过这段经文，我们做回来思考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信仰。第一节我们来看到这一个故事，耶稣对他们来说，对什么人说呢？对他的学生，对他的十二个学生说，说我实在跟你说，你们站在这里的人，你们中间有人在未死之前就看见上帝的国临到。因为在过去的观念，上帝的国就是我们要去嘛，你要去到上帝的国，好像你对台湾，你来到美国，你就要去美国，才有可能来找你，不可能来找你啦。而且呢，我们要入一个国是不简单的。你像我现在专家来到这，你想我要在这里多久，我就多久哦，没办法，我就要申请。大家兄弟都知道老伯叔申请很久，申请到九个月，九个月，我等九个月，政府说我现在给你两年半，我才能在美国留两年半。所以你要入美国是不简单啊，何况你要入上帝的国，这样是不是更困难？所以我们人要怎么入上帝的国，古早人说我就要去，去可能就要去，不知道做善事，不知道交多少钱，不知道就要怎样，就要跟申请，申请也不一定给你，是不是很复杂？好，你可能说来太久了，你就不知道说要留在美国是多困难。我专家来讲要申请，申请了要等真久，讲二十一岁，阮查某囝都袂当对我啦。所以我想讲，安尼唔多二十一岁紧过过咧，无变安怎？过过咧较紧咧吼。即落唔惊，也毋是讲你要过，你要化过就要过啊咧。咱都无法度问律师讲，恁这法规到底是安怎？伊讲你都不管啦，都恁趁恁查某囝吼，还袂二十一岁吼，你都甲申请啦。上帝若要予你，就予你啦。如果没给你，因为人是规定说你来两年才可以请的，不过你过去在台湾也做牧者，凡事他也觉得说非得不差啦，就较早给你，看上帝有没有你这个稳定啊，没啦，如果没照规定是你要来 TLC 两年，你请那就稳当都可以过，只要90%没问题，这样啦，你就这段期间你就不要犯法就好了，这样啊，我说不行，我女儿二十一岁都袂当对阮啊，所以阮若两年后，伊都过二十一岁吼，一个人，阮专家伫遮，伊一个毋知要倒位啊。我讲问律师讲无你就甲请落来，咱甲伊拼看卖啦吼，咱就甲请落来安尼。你想讲请就请哦，你请落先交5000块呢？你无5000块，伊无甲你办呢？5000块毋是代票呢？哇，5000块安尼挂吧，一块吧挂伊安尼，5000块出嚟安尼，今日就去等。等到我去年八月，因为阮查某囝生日是九月吼，我八月送出去，咱就祈祷吼，嘛感谢足侪兄弟，我那拢为牧师祈祷，知影牧师有这个困难吼，所以到底前礼拜，你看八月九十、十一、十二、一二吼，我那等超将近要半年啊，等到要半年才敢通知，律师通知讲恭喜哦。您第一阶段已经通过，政府讲已经有接受您的这个申请，所以您即马准备要请第二阶段，请第二阶段，你就袂当出去等于录音哦，你就要在家等哦，我讲但是我袂使，台湾的节目要安怎？伊讲安尼哦，你需要登记，我讲嘿，需要登记，安尼我阁另外阁甲你请一种，就是讲我即马咧等这个会当留伫遮，永久居留，但是我这段时间我会出去。你若请我就当登去录影就对了，伊讲对，我甲你请你当登去录影，但是请一张落来讲，你会当登去大概半年。你就知影讲，你要入一个国家，你敢知影偌啰嗦？你敢知影偌麻烦？伊足侪规定个呢，毋是安尼尔个。讲老师，你第二阶段吼，后礼拜就明仔载吼，你就赶紧去寄8000来。我哈毋是已经5000互你啊？伊讲，迄毋是我要甲你收，迄美国政府咧甲你收的，恁的费用安尼。我用这个咧，所以大家为阮祈祷，唔忙讲阮即间来个请，阮查某囝的这个签证吼，拢当顺利安尼，阮就当铁螺丝就会当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甲见上帝面安尼，甲大家做一下服侍主安尼吼。我记这个咧，就是咧讲，你连要去，你连去美国，你都遮困难啊。
你就是讲上帝国，底下拢无艰苦，伫美国佫有艰苦咧。哦，伫美国佫会甲你找麻烦咧。伫上帝国，头一个袂破病，所以啰啥物奥巴马、啥物健保，迄啰甲你拢无关系。上帝国免破病，啊，上帝国哦，免流目屎，拢免伤心。上帝国，无论你甚物人，只要入上帝国，基本上你住个社区，迄街仔路拢啥物啥物材质嘞？拢金诶，拢黄金诶。圣经甲咱讲，上帝国迄街仔路拢金仔诶，毋是黄金诶，迄拢纯金诶。哦，啊壁拢玉啊，拢宝石。我就问，你穿到即个国，你签证费都爱偌济？歹算啊！啊，所以你这无法度啦，上帝讲伤贵啊，无法度啦。啊，要安怎？上帝讲啊，无安尼啦，我替你立啦。哦，我替你立，这叫做上帝讲叫做做稳定。哦，咱基督徒你知影啥物叫做稳定？稳定就是你赛车超速，结果警察甲你砸落来。哦，伊本来要甲你开单，落尾讲你可怜，你讲我无钱，伊讲好啦，无钱安尼卖甲你开啦。这是不是稳定？啊，这不是稳定，哦，这是无合法的代志，哦，这违法，这是这个警察无尽伊的责任，这个不是稳定。稳定不是无甲你开单呢，对你明明有罪，甲你讲啊算了算了，不是这不是稳定，稳定就是迄个警察单甲你开落，你讲我真正拿不起，迄个警察讲啥？好啦，我甲你拿啦，安尼这就是稳定。你听听有啊吼，唔是讲你该开单无甲你开，啊叫做好康，唔是啦，这无合法啦，是伊甲你开落，但是伊知你无钱，伊讲啊好啦，我看你可怜，我甲你开单了，我先煞甲你立立咧安尼啦。要入上帝国，世间的钱无在条签证签到上帝的国去，不可能。要入上帝国，上帝讲，得我替你立，安怎立？用他自己的性命，用耶稣的宝血替咱赎罪，把咱洗清，让咱来当入到上帝国。这就是基督徒最大的恩典。但是今仔日耶稣讲的无同款，耶稣佫讲另外一种啊。咱拄仔讲的迄个是大家拢知影的。耶稣即马讲一项你唔知的。耶稣甲伊学生仔讲：，恁较早拢想讲恁军队，我将来死后上天国；，恁对我入天国。我签证给你办好啊！我为什么搁跟你讲另外一项你唔知影的？就是恁中间有人还未死进前吼，你会看到上帝国对天顶转来。所以亲爱兄弟，咱世间无这种国啦，无这种国讲，伊讲会主动去找你的啦，只有上帝国。上帝国一方面，咱死了后，咱就去。但是耶稣跟咱讲一个奥秘，讲你还未去进前安怎？你还未去上帝国时，上帝国已经安怎？上帝国来啊，不是咱去哦，你都还未去，上帝国就来啊。所以如果你呐还未离开这个世间，耶稣就来甲你接。耶稣安怎来？耶稣坐云对天顶接你。登基上帝国，所以是上帝国来找咱，不是咱去找上帝国。这个是你的基督徒爱了解的一件代志。较早你讲啊，有影较早我来信入上帝国，哦，迄算古版的啦，听有无？哦，一点零啦。咱即摆耶稣甲咱讲二点零新版的啦，新版的。耶稣讲无，即摆换波啊，即摆一个时间到啊，上帝国。会临到恁，所以安尼就问耶稣学生啊，敢听有？听无啦？都较早拢嘛讲，咱去上帝国，去上帝国，教讲上帝国会来找咱，唔捌听过这落代志。讲上帝国会主动来找咱，最因听无？耶稣知影因听无，但是耶稣必须爱甲因讲。迄阵其实耶稣甲十二学生啊咧讲的时候，耶稣是甲因讲一件代志，耶稣是甲因问讲。您到底知道我什么人不？您知道不？学生啊，这温度讲，
我知啊，我你足敖的啊，听讲你就是先知啊。结果只有彼得，彼得讲无，你是上帝的子，你就是神。耶稣讲啊，你哪会想有啊？耶稣连咪讲一句话，迄那不是上帝甲你讲的，你无可能想有啦。所以亲爱兄弟，你的信耶稣，敢是你的敖？你若讲我足敖的咯，我会晓信耶稣呢？耶稣就是在圣路玛利亚，耶稣出世伫马槽，伊就是神。人讲你笑诶，这边他当作神。一个人生伫马槽，一个人对在圣路巴肚生出来，迄头生的你讲的是神。所以用咱人的理智吼，咱找无耶稣，人的头壳会晓找神，这大家拢会晓。世间各大信仰拢有咧找神。拜拜的人，伊拜伊拢咧找神。你要承认世间有神，这个足简单。你若看一粒石头真大，肯定万达讲是神。你讲迄石头伊嘛是神，你讲迄河迄嘛是神。虽在你叫，但是一个人，若要讲耶稣都是神，安尼说违反你的理智。所以圣经讲啥？讲只有上帝灵在你的心。你才会承认耶稣是主。若不是上帝灵感动你，无人会讲耶稣是主。那大家叛逆才会讲耶稣是主。耶稣就一个人，他哪会是神？所以你有法度说，耶稣他就是神，你有法度相信，你已经超过你的理智了。那是上帝奇妙的作为。所以当彼得说你就是神，耶稣说，你也看有，我生出这班人敢有神？你今天我都知道我是神，这样才是上帝跟你说的，这不是你自己知道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传了他们说要叫人信耶稣，人说他没办法信，你不能骂他，他是很正常的。用我们人的头脑说要相信耶稣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说耶稣就是神来到世间，就定时给他安怎，他听听就会信，他如果这样听听就会信，可能大家坏去了，因为不合理嘛。耶稣就是神这件事非常的不合理，还什么在世路不叫你来生孩子，还死死的，还会说，哇，这个神你怎么相信？哇，你的头脑真的非凡，那个正常人的头脑信不下去。所以你在传道面的时候，人家说，我这很难信，你就要体谅他，因为真的很难信。你说我很难信，我哪会信？不是你信，你是怎么信？是上帝感动你，你才看有啊。所以彼得跟耶稣说你就是神，耶稣说这是上帝给你报的。那上帝没给你报，用你的眼睛来看，你会看得出我是神，你看不啦。所以耶稣跟彼得说这是上帝给你说的，这样好，你知道我是神，我要跟你说一件很大条的事情，就是我过不多久了，我的皇帝是不是假，过不多久了我就会死去。哇，彼得听了一句话，所以说怎么会这样？一前一分钟上帝灵该启示，后一分钟伊讲哪会当安尼？耶稣安怎甲讲？耶稣毋是叫彼得哦，耶稣话叫啥？魔鬼。耶稣讲撒旦，你闪！哦，你看咱人就是安尼吼，前一分钟是天使，后一分钟是魔鬼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有无？有啊，恁某会安尼无？会啊，哦，恁翁会安尼无？会啊。恁囝安尼无？会啊！迄囝咧细汉说：“哎呀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！”过一分钟尔，哦，伊就甲你捂甲，物件甲你车倒甲开涂骹呢。人就是安尼，人你莫想可惜啊！长你是天使，今仔日你就咧张啊，你就咧翻啊！今仔日哦，恁身躯边啊，足想要甲你讲撒旦退后吼，足想要甲你看鬼个，奇怪。长得很可爱的人今天怎么像鬼附身，脾气怎么这么坏？我们人就是这样，必定就是这样。上帝跟家孙你说你就是神，但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，必定是说我哪会当？拜托的，我都吃不饱的，耶稣你哪会当死？当耶稣的学生跟耶稣生活做伙，你再想看看，你若是耶稣的学生，跟他出门都不用带，都不用带钱，对吧？如果没钱去哪里拿？叫伊学生啊，彼得去钓鱼啊，有无？钓一尾鱼啊啦，迄鱼啊出来得多钱啊？哦，这个日子偌好过嘞呢？啊，若无物件通吃，要安怎？
五块饼两尾鱼，八块五千人吃饱。哦，对这个上帝好不？对这足好的。军队耶稣，哦，青梅很光气，哦，摆开很得气，哦，稳固很惊气。你捌听过这个不？哈、哦，你讲，哦，啊，信这个上帝真厉害。上帝拉撒路四个叫伊出来，伊就出来。所以耶稣的学生啊，跟耶稣做伙的时阵，伊唔捌想到耶稣的死啦。甚至耶稣已经跟他们说，说我的时间要到了，听到说时间要到而已，有一个妈妈跟撞出来，就是约翰跟这个雅各的妈妈来找耶稣说，耶稣听说时间要到了，耶稣说时间要到了，这样时间上帝国会怎么临到这个世间，我们都不死，我们两个孩子一个死狗，一个倒边，一个死狗，一个正边。耶稣讲啊，但是我十二个，剩咧十个边啦，啊，剩咧十个凊彩坐无要紧。哦，都阮囝一个坐倒边，一个坐正边，剩咧我拢无意见安尼。结果耶稣学生啊，大家都开始冤家啊，讲啊，干那你有老母，我拢无了，我叫阮阿妈来跟耶稣讲咧，你嘛拜托咧，该做这种代志。哦，大家他妈咧小声讲，什么人上大，什么人上大？可见耶稣的学生完全无认为耶稣真正会死，因认为讲时间到的意思就是讲天使要来啊，哦，以色列人要来统治全世界啊，所以连伊就要做国务卿啊，连伊就要做内政部长啊，哦，连伊要做行政院长啊，大家开始咧分啊啦，你知无？哦，我看民进党即马完啦，足侪人开始咧算啊，哦，啊，啥物为啥物人要坐哦？蔡英文总统留咧坐无要紧吼，啊看监察院长有啥物人要坐，吼立法院长有啥物人要坐，吼啊啥物啥物人就是安尼。那好康啊，大家拢活来啊。但是耶稣甲因讲，我会死。所以耶稣伊就讲到这学生啊，惊到要死去，讲啊我那信了敢着？我信一个神，信甲讲伊会死，安尼我踏得信。亲爱兄弟，咱来思考吼。你信耶稣，感到真正拢无代志吗？信耶稣会掉感情无？信耶稣搁掉感情，就是因为伊圣经读无透，就是因为伊基督伤短，就是伊聚会伤少。啊，最主要原因，奉献底下咧团的时阵吼，你落伤少，啊，无你来掉感情。你敢袂当安尼讲？你不会当安尼讲嘛，对不？啊，你若安尼讲，啊 ，Grace 唔都处理好啊？啊，唔是，亲爱兄弟，基督徒同款会拄到这个代志。啊，基督徒买股票，敢会套牢？啊，嘛是会，你袂当讲买。我基督徒，我咧买，逐起都起，敢有迄个代志？无这个代志。敢讲基督徒买厝绝对起，拢袂了诶。拢无即个代志，所以耶稣的学生因为一个错误的观念，讲信耶稣拢干那好康，那歹康啊，拢主动上帝拢甲你刷走。耶稣讲错误的信仰，耶稣讲卖讲恁啊，我家己连伊都要死啊。耶稣学生讲哪呢？世间有即个代志？耶稣讲上帝的国，就是无论你拄着境遇好歹，啊！你拢有法度，你拢会坎切，你拢有法度通承受。咁有人保证讲，信耶稣食百货，哦，咱教会是圣经是，和上帝足大稳定的教会啊！你看咱去年咧庆祝做了八十岁啊，遮尔啊济，哦，咱中间佫足济佫九十岁。我看啦，照大家身体状况，食百货应该是无啥问题咧。但是敢有通保证每一个人拢安尼？无。哦，如果咱来当讲，那你若来 TLC 做礼拜拢食百货，哦，咱当然礼拜堂唔知要去偌大间啊咧。事实上都唔是安尼。事实上，一个人都算你信耶稣，你同款拄到你的囡仔当阿唔听话代志，同款有诶基督徒伊个囡仔也去食毒品，加入帮派，有诶基督徒伊个囡仔又。有当啊，伊嘛是去行一挂无正的路，有一个过程。上帝从来无甲咱应允，但是上帝讲，
你不用怕，无论你遇到什么代志，上帝国临到你，上帝一定给你开一条更新更活的一条路。所以耶稣跟耶稣说他的死讲了了，过六天，耶稣转带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啊，今仔呢，搁点点哦，搁无其他的人知哦，甲其他学生啊讲，恁今仔日放假，哦，啊，恁三个对我来，咱来办代志，怎啊带这三个？所以咱今仔要来处理两个问题吼，我要来请教所有兄弟吼，头一个，耶稣哪会遮大细吧？耶稣他会敢若带三个？耶稣他们带十二个，你有想过无？啊，耶稣若讲，伊会当将伊的光显明予大家看，是愈侪人看到较好，还是愈少人看到较好？愈侪人看到较好啊！啊，耶稣应该就趁你讲五千个人吃饱，大家吃饱的时阵，拄啊好机会，耶稣就显明伊的光，啊，唔拄啊好，啊，真奇怪。耶稣哪会偷偷带三个尔？第二个问题，他就带去山顶，伫菜市啊，敢无通？伫 shopping mall 敢无较好？为什么耶稣就带去到山顶无人的所在，啊，佫偷偷啊带三个尔？我想这个背后是咱今仔日爱好好来思考的代志。为什么耶稣哪会无伫正人的面头前？圣经有一句话讲，唔通将珍珠，吼、哦，你若小姐有无？迄珍珠啊，迄足水的吼、哦，你唔通等落啥物？滴呀，因为伊看无，伊看无，等下甲你吞落，伊无样欣赏，吼、哦。所以你若讲，啊，那么师傅，我甲你讲吼，我最近吼、哦、研究这个高等微积分，哦，这真正足趣味的吼、哦，你唔免讲我听，吼、哦，迄浪费你的时间，啊，你听无，啊。啊！你的囡仔来袂晓讲中文，干那拢讲英文。你讲，哎、欸，来，哦，阿妈讲这首吼，离别的诗，哦，这首诗的意境，哇，来，阿妈讲给你听，你也唔变啊？为啥物？听无？你佫较好，伊都听无。所以耶稣为虾米无伫正人面头前来显现？耶稣先啊无讲啊，上帝国趁人济顺，显落大家看。因为你看，你嘛看无，哦，所以耶稣只有予看有诶看就好，看无诶你毋免看啦。你搁较看，加了工啦，增加你诶困扰啦。那五千个人拢看到耶稣光，日头敢若讲哦，耶稣吼，耶稣是迄个 LED 诶哦，吼，耶稣会发光哦，伊敢若知影耶稣会发光尔咧，伊都毋知耶稣咧发光是咧光啥货，咧光啥物意思，伊都毋知。伊只有看表面，个耶稣真好，耶稣会发光，哇！死教怎啊？将来怎出现一个传闻，讲耶稣是外星人，自己会发光，对吧？你就是讲耶稣很难看，人就看有呢啊，看无，真正看无。所以咱人活在这个世间，你唔通一直想要证明你家己啦。虽然看到讲耶稣，伊将耶稣啊带到山顶，耶稣知影伊在创啥，讲无要紧，知就好。耶稣未讲，我喺落大家看，愈侪人看到愈会信，但看到才信，迄都毋是真正信嘛。都你已经看到，佮无相信，你真正大家歹去啊。互你看到才相信，迄哪是相信？所以多马迄阵就是无看到，伊讲你有我看到，我就信。耶稣讲我哪只罗马卡？要看哟，要看你看一下。耶稣佫对迄个人讲：“啊，你唔是讲要蒙，你唔是讲要试探我的这个红顶顶的迄个魂，你来试看麦。”多马讲：“免，看到就好，看到我就信。”耶稣讲：“看到你就不得不信，唔是看到你就信。”耶稣唔只讲一句话讲：“什么叫做信？就是将来迄个无看到相信的，迄个才是叫做相信啦。”所以耶稣将来无就你讲啊，我喺度大家看，大家拢看到，因都拢会信啦。迄无遮简单。耶稣先讲这个代志，人信仰的追求，咱唔免对人证明。所以咱今日讲，咱来透过这段经文，咱来邀请所有兄弟讲，你爱好好啊活。什么叫做好好啊活？就是你唔通为着别人咧活，你唔通为着一直要证明家己的能力，
你要知道你是基督徒，耶稣不这样做，我们也不用这样做。耶稣他不用对很多人证明我是上帝的儿子，你怎么知道我什么人？你不认识我、你真的没知识。耶稣不是这样，但是我们人常常这样，不是很多人都很好心的说介绍、这是老牧师，老牧师你不知道哦？电视是老三公公你不知道哦？对方讲，歹势咧，我较无咧看电视。啊，你安尼弄我啊，你安尼袂使啦。Good TV 啊 ，Good TV 有一个老三讲我，我徛在边啊，实在是足碍叫，你知无？啊，人唔捌话都，你唔都唔通过一直拄啊，都唔捌都唔捌啊，卖过一直讲啊，你愈讲我愈歹势，咱都明明唔捌，你要讲甲伊捌，嘴手都拍干，你要咱讲我伊捌，伊都无大通捌啊。伊若唔捌，咱就讲，咱讲唔捌听讲，无去无，足正常，唔捌听过足正常。咱何必就一直安尼？讲我送你知无？你唔知哦？你等去 Google 老三广告啊！你老三广告无看？你敢是基督徒？你有重生得救吗？啊！咱人常常会做这个代志，你知无？要证明家己。讲我外高，你敢知？你唔知我什么人哦？哇，晦气啊！咱拢是安尼。咱人有当啊，用咱的身份，用咱的收入，要证明家己。用咱的才华要证明家己，哦，用咱带队，你唔知我带队哦？咱同我介绍，牧师你唔知带队，牧师你唔知一个月赚偌济，牧师你唔知伊塞什么车，牧师你唔知伊是甚物人，伊是甚物人嘅甚物人呢？咱常常五万功德着大家恶路，但是通常这些捌你嘅人，甲你跟我啥关系？其实无啥物关系。耶稣呐，对这五千个人显现，讲你看我是神，啊，这人跟耶稣有啥关系？无啥关系啊！跟耶稣拍拍手，讲你好棒，安尼尔。耶稣讲，咱人活伫世间，唔通安尼活啦，唔通想要证明我偌牛。啊，有人证明牛，伊家己无偌牛，但是至少伊讲，阮囝足牛的，有一款的无？有啊。哦，无说你都唔知道人因囝外高咧呢？讲实在，因囝外高，甲伊敢有直接的关系？嘛，无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啊！哦，啊，你甲这个囝讲，哇，你足高呢？恁囝敢会讲，我足高，拢阮爸爸的功劳，敢会？我怕胖，我那袂啦！啊，甚至恁阿家己佫讲，阮囝高，如果我栽培，恁囝佫来吐一句讲，唔是家己生呆。所以，咱唔免得。要夸口讲我外高，阮囝外高，阮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你讲个拢无效。耶稣是上帝的囝，耶稣都无想要证明家己啊。咱做一个一般的平凡的人，何必得一直想要证明家己呢？我你看，安尼我有厉害无？我画图画了有好无？我唱我有够唱无？我弹琴有够弹无？我有讲道有够讲无？你看我饲囝呢？我外高栽培的呢？我怎个教育的呢？咱人拢足无自信，所以就赶紧要证明家己。但是亲爱兄弟，你看耶稣并无安尼。上帝国要来，这是大条代志呢。结果耶稣并无讲安尼拍锣分鼓吹，无呢。耶稣是点点带三个，无带三百个哦。迄人一般的人，我至少嘛带了三千个。但是耶稣拢无，穿三个去到山顶。所以咱来思考，现在遐这咱人吼，真正唔通为别人活啦，吼、哦。人讲，阮教会即摆偌济人呢？啊，阮即摆阮奉献偌济人呢？啊，阮教会安怎安怎安怎？你咧讲，迄是证明你足无自信的。咱无需要安尼，无需要高估某一个人。咱人的价值唔是靠外在的物件。所以耶稣。伊要将伊个人格显明出来，这是足要紧的代志，这是人类历史是真正是真重大的一个事件。耶稣竟然就安尼点点带三个人，安尼尔，现场观众只有三个人，实在讲比我老三广告还佫较差。我若老三广告，我凊彩招嘛招三百个；我若较拍拼了，我招三千个；我若较认真了，我招三万个。耶稣讲三个就好，恁三个来见证。知影恁所信的是甚物，安尼就好啊！我讲耶稣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。
所以你看魔鬼就嘛试探耶稣，讲你证明啊，你上帝囝，你唔着证明我看，你着跳落天上给你信咧，啊，你着当证明啊。咱敢无需要安尼？我想咱无需要安尼啦。哦，所以咱基督徒，你唔通想讲无要紧，我即个同事，我即个朋友，我阵叫你来信耶稣，你唔信，无要紧，你等咧看。哦，耶稣来过来去讲，上好一讲我都要上班，哎，唔通礼拜日，因为礼拜日我背题，我同事没看到。怕算都要上班，趁上班的时候，那个平常时啊，看我无去的，那个平常时啊，计较的，哦，等于看到耶稣甲我接走，我来个毕业，安尼，耶，拜拜，拜拜，哦，安尼你真正是一个基督徒吗？就算你是，你嘛是一个基督徒的红衣啊，你无当大人，你足幼稚的。咱和上帝接去，上帝国临到，唔是要和咱出来等的呢？你和上帝接走，唔是要对你的其他迷信者证明你比因较好，你比因较好命，你比因较优秀，你钱赚比我较济，收较赚呢？我即马背题啊啦！你老李啊，我跟你讲，过来等下火就甲你烧啊！吼，佮烧你袂死哦！安尼哦，你唔通安尼，咱信主的人唔通安尼。哦，咱来知影，保罗是讲啥？保罗讲，我的乡亲。乃当予因信主，我落地个我都甘愿。这是基督徒的立场。基督徒信这个上帝，唔是要证明家己。基督徒信这个上帝，军队上帝，唔是要予大家看咱的牛。所以耶稣来到世间，唔是要证明伊家己。所以耶稣的生活是足简单的，耶稣生活足单纯的，凡事遵上帝旨意，照天父的旨意。就安尼尔尔，哦，你反对我也好，你认同我也好，拢随便，迄拢你的代志。耶稣要定十字架，唔免讲，啊，恁大家先公投吼，投票一下，啊，若过半，我再来上十字架吼，无。就算全世界只有你一个要相信你，耶稣为着你一个人，耶稣嘛定十字架。就算全世界拢无人要甲信，耶稣嘛是定十字架。迄甲咱人的想法不同款，哦，咱人个想法讲，我若一个信念，哦，安尼我定安尼足无彩的，哦，我安尼成本伤悬啊，耶稣袂。所以，什么是好好啊活，就是无论你生命中是大条代志，会当互你足认真个代志，还是足见效个代志，互你足无面子个代志，你拢放落，唔通将好代志看甲伤重，唔通将咱个失败，将咱个挫折。看甲伤大，人生咱就是安尼，好好啊活。你争一分钟，你敢比得同款？争一分钟，上帝灵在你的身上；后一分钟，你就软弱。这就是咱人，无什么通好夸口，哦，无什么通好提出来顶。信耶稣就点点安尼就好啊。哦，即讲耶稣带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点点去山顶，咱就点点安尼就好啊。因为信耶稣是你个人为你的负责任，所以什么是好好啊活，就是你知影你家己为什么活在世间，你知影你要创啥，别人有甲你支持，别人甲你反对，拢未甲你阻挡，唔是人甲你支持你行较紧，人甲你反对你就行较慢，安尼唔对。到你人生的路你要哪行，你就家己做。你做翁的，你做某的，袂当讲，嗯，我看阮翁阮某安怎对待我。都阮人态度若较好，我就煮较好食啊！啊，阮人态度若无好，我就泡面啊！哎，这安尼唔对。咱基督徒，你今日咧煮饭，你唔是为恁人煮的呢？你为什么人煮的？你为耶稣煮的。你逐天去上班，你为你头家做的吗？你是为耶稣做的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代志。你是为耶稣在做呢，不是做给人看呢？不是说大家看我这做，没人看到我就不做了，不是这样。啊，这说是简单，要做敢不简单，要做是很困难。你会受到你的环境影响吗？会啊，一定会啊。头先把你叫来办公室，说啊，某某人啊，实在我觉得你是为我们公司付出很多，啊，过年要交，啊，这个红包，哦，这个红包给你，哦，啊，祝你顺利啊呢。你会更加拍拼做呗？一定会，因为你被钦定嘛，
啊，互肯定你就快乐，你快乐你就做较好嘛。哦，啊，头先啊，甲你叫一摆，叫一摆伊办公室，讲啊，歹势呢，我感觉讲，可能阮最近公司的经济吼有较歹，所以你本来是经理吼，啊，可能明年开始，我想你较委屈来做副理安尼，哇，你都袂感激啦。哦，出年啊就开始很暴躁，要找换工过啊。咱人就是安尼，别人若对咱无好的时候，那就被打击。即马一个牧师讲到了，大家讲，哦，牧师你今仔讲了真好呢，哇，你都欢喜噶。啊，即马等于讲，哎、欸，牧师，迄前礼拜牧师你哦，讲比你较好。啊，你做边啊，请来做牧师就好啊。啊，我不爱做啊。啊，我牧师你请到，跟我讲啊，我讲啊，伊嘛足爱讲啊，我讲啊，我讲啊。我上好我拢嘛，我落逐礼拜我伫外口，我安尼上好。这款人敢会斗阵阵？你听有无？歹斗阵啦，歹斗阵啦，吼、哦！所以什么叫做好好啊？哇！别人变哪讲，唔通影响到你啦，哦！唔通别人补两句啊，尔你就唱甲抓袂掉啊！啊，别人小可甲你吐两句啊，尔你就用要去吊刀啊！哦，你要安尼活，你活甲足艰苦啊！你知无？活甲足艰苦，哦！今日刚去看恁新妇，哦，恁新妇今日心情好。佫对你袂歹，吼、哦！你倒来心情好干呢？恁新妇小可变较臭了尔，吼、哦！你倒来就感觉讲，我叫阮囝佮伊离婚好啊呢？吼、哦！你安尼，你会活较足痛苦。世间人就是拢活伫人个眼光内底，无管咱拢袂快活，因为咱都无法度好好啊活呢。咱都常常叫环境影响啊。但是今日个这段经文，你看到耶稣袂？耶稣讲，上帝讲要掠呀！哦，这足大条代志哦，欸啊，咱要对，然后对我来，哎、欸，啊，剩下咱拢叫来啊，咱人都是安尼啊。耶稣讲唔免，唔免，因为剩下人因还佫无到迄个程度，因看无啦。甚至耶稣嘛知影迄个中间有七六星啊，会佮出卖啊。耶稣讲来啦，咱来山顶啊。所以耶稣带因去到山顶。所以请你记得第一件，为什么耶稣无带所有人去？为什么耶稣无伫人足济时阵显明出来？因为耶稣无需要证明，耶稣嘛袂烦恼讲，哎，这些人无信我是要安怎？所以你唔通替上帝烦恼，讲我无信要安怎？你就更加个烦恼咪就好啊。耶稣袂烦恼，耶稣袂烦恼讲啊，无人信咱基督徒，咱变作邪团体，耶稣拢袂烦恼这啦。所以请咱人生活的世间，你唔通烦恼，你唔免替教会烦恼，替上帝烦恼，啊唔免活伫别人个眼中内底，好唔通？你要好好啊活。第二，这个人若要好好啊活，耶稣伊神啊，伊有法度做到这个程度。耶稣带神啊去山顶，哦，所以为什么要去山顶？为什么耶稣都要去山顶？在平常时啊，敢袂使？敢一定都要去山顶？耶稣定定去山顶，唔是一拜两拜。圣经讲，耶稣定定去山顶，定定去海边。耶稣常常去一个无人的所在去亲近上帝，这个有要紧无？这个真要紧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是会受环境影响，所以为什么咱的教会要推动？咱三月份，咱过偌济，等下互恁放影片哦，大家看。啊，咧邀请大家讲来啦，咱做伙吼去这个大商户，大家做伙去。啊，敢袂当你教会？你教会啊，都无事看你要几点讲，我就来啊。啊！我讲煞，搁等于阮兜困。你明仔载要搁讲，你也讲，无要紧。我你讲，我明仔载，我确定咱个一年就一摆尔。脚头一定爱去山顶，都爱搁塞车两点钟。为啥物？因为去到山顶，我咱个心会通安静。连耶稣嘛，常常去山顶。所以咱一年吼一摆，其实是无够，真正无够。咱应该常常拢爱去山顶。所以我是希望讲慢慢推动教会。咱一年至少都两摆，一灵修会，哦，半年一摆去山顶，小可家己安静一下，这个对咱的身体、心灵拢非常的好。哦，啊，搁再来平常时，你讲，阮夫妇团结要家己去，欢迎；约书亚要家己去，欢迎；家里团结要去，欢迎。咱教会其他无，都牧师介济，你拢免惊无牧师。哦，咱就凊彩就指定一个牧师对恁去，这。对教会来讲，足简单嘞，欢迎。礼拜日无一定，你就一定爱坐伫遮。你若讲我了几个家庭，我们联合要去什么所在，要去什么所在，欢迎。一个人来当定定去山顶，你会当安静。
但是敢要定下去山顶，其实不一定。迄、那个山顶的意思就是讲，无人甲你吵啦。像我的山顶就对，我的山顶就是我若定定去江头，我咧开车的时阵，迄就是我的山顶，因为拢无人，开车干那我一个，所以我会当底下安静。所以我足期待这个 Google 迄啰无人驶的自动行迄款车吼，我唔忙，我会赶紧、较紧的，因为我即马驶车有当啊，嘛是爱注意看者，因为会危险嘛吼。将来吼无偌久吼，即马车拢电脑设定诶，我要去倒位，我地址只是甲一个 Enter， 我就当看电影、听音乐，我就当安静啊。哦，我足期待。啊，美国的政府即马要准备要这个法律要来定。要安怎来针对这个无人驶电脑咧驶的车？因为较早都无嘛，无这个法律啦。啊，所以我看新闻咧讲，美国的政府已经开始，因知影讲，这一定发生个代志。这早晚无久以后，路顶的车拢唔是人咧驶，拢电脑咧控制。哦，啊，电脑咧控制，较袂车祸啊，敢是安尼？哦，无你若家己咧驶，拄啊出门本来心情就好啊，但是因为要出来进前，互我某念啊，我的油门就站较大个咧啊，哦，爱着危险嘛。啊，电脑咧驶。哦，伊拢甲你控制好好安尼，就我咧期待。所以我来咧赛车，迄就是我的山顶，因为无人吵，因为我一个人，我会去思考，我会去消化，我会去想我应该想的代志。我另外一个山顶就是伫篮球场，因大家知影我爱拍篮球。啊，拍篮球两种，一种大家少少做位去拍，另外一种是家己一个去拍。常常我甲一个人抱一粒球，我找一个无人的所在，迄就是我安静的时阵。人生一定爱有你家己一个人安静的时阵。所以人讲，我那不是你来遮搞哦？你坐飞机等下台湾拢无时差，第二天尔，都马上过录影，啊录煞煞过转来，一日转来尔，过走去别家呢？我是做甚物甲讲？你敢想我哪有法度？因为平常时也有保养，哦。平常时啊，你有安静；平常时啊，你的身体，我逐日我尽量一日中间，我至少我半点钟，我去健身房，我去运动，因为我知影讲身体若无好，你的精神就一定足歹，身体一定要顾好，这个是无法度，哦，这个是无通选择的，身体顾好，啊，过来你的心啊，定定有安静，较袂心落落啦。所以大家讲，我老婆说你拢足无用，是我真无用。但是我伫无用的中间，我会家己找一个山顶，唔是真正都爱塞车去山顶吼。但是我会我都找到一个拢无人，我家己一个人的时阵，我会家己一个人伫遐咧安静。现代人足大的困难就是无法度家己一个人，那家己一个人足无聊，要找代志做安尼吼。我想咱来练习，所以咱去山顶就是鼓励咱的青年，你的囡仔。平常时也无来教会，咱拢欢迎。咱个望去山顶的时阵，予伊小可有一个机会，予伊电话麦接遮济，予伊麦去想遮世间的代志，予伊小可去想一寡上帝的代志。所以要来鼓励吼，我望咱所有兄弟，咱三月份迄礼拜过活节，我望咱大家拢来去参加。哦，咱拢来去，大家做伙伫山顶，人集体伫迄个所在来去亲近上帝，真正无共款。甲平常的地车一定是无同款，所以你看耶稣去山顶，啊，咱最后看这段经文讲，耶稣传去山顶了，耶稣显出伊的荣光，所以伊的学生啊，就伫遐咧看看来讲，彼得就讲，安尼咱迈落去啊，哦，佫有摩西，佫有以利亚，哇，足好个地车就好啊，敢袂当安尼？你为甚物要去山顶？耶稣去山顶的目的就是安静，最后咧爱离开无？也是要离开，所以最后你看，彼得讲啊，那就大三座平的车哦，足好个，足好个，你都莫讲无代志，讲煞尔哇，摩西无去啊，伊利亚无去啊，哦，敢那剩耶稣，然后天顶有云，讲恁着听耶稣的话，啊，耶稣甲彼得讲啥物，讲行哦，来去哦，去倒位。耶稣要去倒位，上十字架。耶稣行哦，时间到啊，来啦，咱吃最后的暗顿，吃吃会好来死安尼，听无？竟然是安尼结果吼、哦！你唔能说我去山顶，等下了，我等下了，哦，阮囝怎变听话？哦，阮媳妇变友好，哇，我经济都变好，唔
是，你去山顶，去山顶灵修了后，回来，来啦，继续啦，学生囡仔继续读书啊，上班的继续上班啊，咱继续面对咱生活的挑战。该你做的工作，一项都袂当减，啊，人生就是安尼。哦，所以亲爱兄弟，信用予咱面对现实，信用不是予你去山顶躲避现实，不是安尼，唔当信了唔对。这个信用，是咱去山顶亲近上帝了，最后迄啥物摩西、以利亚，迄拢以后天顶的代志，迄拢即马先刷开。敢若尊耶稣，军队耶稣，啊，军队耶稣，耶稣甲咱带去对，十字架。所以圣经讲，恁着派家己的十字架。你有十字架无？一定有啦，有无？哦，恁翁可能你的十字架啊，你的爸母是你的十字架啊，恁囝就你的十字架啊，你的经济就是你的十字架啊。啊，每一个人不是跟他一支而已，反正有很多支的哦，大家都有十字架。哦，所以亲近上帝最后的结局是勇敢攀起我们的十字架，继续走这条路。这样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好好活，哦，不能躲避该我们面对的责任，上帝给你躲避了，上帝都逼我们去面对，要面对这些困难，我们才来突破，我们才来成长，哦，我们三个来祈祷。主，今早起我们正人在这，我也感谢主，我的教会也是在山顶，每礼拜主会心对我的窗子看嘴，就是眼目看山，因为在山顶的时候，世间这些恶杂的事情，这些压力重大的事情，我们暂时我们就都放下，放下不是一个躲避，放下是让我们定心得到快乐，将我们这个负面的情绪会通伫山顶交托伫上帝的手中，我们原本的垃圾即卖当发光，迄，那个白是世间找无的白，是对上帝遐得到快乐，我们就会当原谅，我们就会当体谅，我们就会当了解，我们就会当来承担。祝我知影每一个兄弟，你佮留我伫世间，总是一定有一个使命感。一定是还有事情需要我们去完成，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十字架，就是一个使命，就是一个责任。虽然可能我现在还没感觉那个十字架，但是不知道当时那个十字架的出现，所以求上帝让我们每礼拜来做礼拜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都被办心，我们是要来更加了解属灵的事情，让我们更加知道要怎么面对世间的事情。你的心思我们智慧，心思我们开展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